被开了，还有滴滴，写的是马。嗯，但是应该不可能。太贱。因为我那个 size 很大，应该可以接受。你该不会想要下去吧你？我看看啊，那你不行，因为还有两天的。去滑去缆车而已，是不是？啊，都滑这一小段。不是，这我脚跳乱七八糟。
4:02，42分。太水啦！我本来留的时间就是这个趟数。他有给，他有刷子啊，他好像敲的，他有刷子。说有刷子，我不想我的鞋子上都是血。哎呦！关了。